你们不是都说我天天这么吃该控制一下了吗？今天啊，我就上舞蹈课，我要动起来，我要燃烧脂肪，我要变瘦。一口饭，两口，三口。不是，我在算我能吃几口饭。我刚才不是跳舞运动了一下吗？那就是一，然后两口，三口。你好像那个钢铁侠啊！你好吓人！那别看我，别看我，这个龙虾比我脸还大。好像我能直接啃吧。哎呦，我拿大龙虾、章鱼脚炒的饭，家人们，排球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啊！过于香了，家人。真瓷似的这一块，章鱼脚也咬不动，这可能就是细糠的魅力。你们猜我跟这个龙虾掰腕子谁能赢？啊？哈，小样，掰得过我？今天我要跟这个蟹钳子，我决一死战。它有点硬啊，咱家啥工具来着？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我剪开了，哎，我好像搁这吃海螺丝呢。哇哦，这好完整啊，真鲜啊！我给你开一个，我跟你说，我扒它扒出经验了，我这把绝对，我跟你说，非常短时间，我扒我就给它，我扒，嗯，我扒完就给它打开。我这。咱说咱今天肯定是瘦了，也没吃上两口什么玩意儿，没吃上两口，我来的时候米饭都没了。你们还？你等着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咋的？是不是现在看上去就是还蛮像个女孩子的？你再戴个毛线帽子，有点像我姥。